That's all I'm about. I'm telling you.
铁肺，他能练，他毕业之后可以进军直播界。然后还有那个，就他开直播的时候要先，上面的步骤就是请大家把耳机声音关小。他开始唱歌，然后嘛，然后一唱那大家都再把声音再关小一点。
可以请客。
三米，家的都不受教，不受控。Thank you.
Center.